犹太商业大亨的事业越来越引起世界商界的高度关注。在西方国家，他们以其特有的赚钱之术积聚了亿万之财，在东方国家，他们又以其经济的威力和卓越的智能威震四方，标新立异。在未来的事业中，财富将成为主导世界的重要力量，并影响着现代人类的信仰和追求。如果您希望做一名成功的商人，如果您希望拥有成功的企业，如果您希望成就财富的霸业，那么请翻开犹太人经商之道中最辉煌的财富篇章，细细的品味它，去开启财富的大门吧。塔木德大全集第一部分，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一，钱是货币，是一个人拥有物质财富多少的标志，就其自身而言是不分贵贱的。在犹太人的赚钱观念中，他们从来就不把蹬三轮、扛麻袋看成是低贱的事，也不认为做老板、经理就高人一等。钱不管在谁身上都一样是钱，他们不会到了另一个人的口袋中就不是钱了。因此他们在赚钱的时候不会把钱分为高贵的或低贱的，即使他们目前所从事的职业不好，也不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。无论从事什么职业，心态都会表现得非常平和。对于钱，犹太人有自己的看法，他们认为金钱无姓氏，更无履历表。他们相信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赚来的钱是心安理得的，因此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尽量赚取更多的钱，不管这些钱是知识分子脑力劳动得来的，还是农夫出卖的产品得来的，都是收之无愧，泰然处之。会赚钱的犹太人有很多，以放债发迹的亚伦就是典型的一例。这位移居英国的犹太人从打工开始，用他积攒的一点钱做些小生意，由于他的努力，生意不断扩大。这时他的资金周转不过来，只得向银行借款。在实践中，他发现向别人借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，往往与商业经营获得的利润相差无几。他想自己辛苦劳动赚来的钱大部分要交给银行，而且风险比银行还大，不如自己也去从事放债业务。几年后他开始了放债业务，他一边抽出部分资本贷给急需用钱的人，一边维持小生意经营。另外他又从银行带来利率相对较低的钱，以较高的利率转贷给别人，从中赚取差额利润。有些人急等着用钱，宁愿以月息20%借贷，这样等于100元放贷一年就可以得到240元的回报，这比做生意要划算得多。亚伦就是看准了这一点，才使得自己的财富不断增加。亚伦63岁去世时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产。犹太人一向把金钱当作世俗的上帝，他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上帝之外，就只有金钱最值得人尊敬和重视了。在塔木德中有许多关于金钱的格言，圣经放射光明，金钱散发温暖，身体依心而生存，心则依靠钱包而生存。用钱去敲门，没有不开的，钱会给予我们向神购买礼物的机会，钱不是罪恶，也不是诅咒，它在祝福着人们。犹太人在追逐金钱、聚集财富方面的成功，使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据一席之地，因为在商业社会中，人的成功标志、人的价值实现，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自己在财富方面的成功。犹太人在经商的过程中始终坚守着一点，他们对顾客不带一丝成见，而且总是平等对待。在犹太人看来，因为成见而破坏的可以赚钱的生意是很不值得的。犹太人居住在世界各个地方，虽然他们拥有不同的国籍，但是他们都自视为同胞，而且他们之间经常保持密切的联系。犹太人在经商过程中的宝贵经验是，贸易之中无成见，要想赚钱就得打破既有的成见。对交易的对象，犹太人也是不加区分的，
只要能达成生意协议，能从对方的手中赚到钱，就是能够做的。在犹太人的观念中，除了犹太人之外，其他人都被称为外国人。为了赚钱，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，都是他们的交易对象，他们绝对不会轻易放弃一桩能赚钱的生意。所以对交易对象的宗教信仰、肤色、社会性质是不会加以区分的。